楼还原到温真相，16年前支援饭局对照版，李嘉欣话：我个心一直都好纯。2023年1月，大楼刘銮雄系咁讲嘅：，不过人咧好肯帮人嘅，当有啲人想去揾老衬，成个广告板怼埋嚟，叫揾啲秘书去登广告，我都会照帮手嘅。你仲听唔明我讲乜嘢？我都話我本人從來冇諗過一個字叫墮温啊！我自己本人從來啊，私人同工作上冇諗過一個字叫墮温嘅。咁我而家講咗你明唔明白啊？咁我而家講咗你明唔明白啊？咁我而家講咗你明唔明白啊？大家明未啊？不如听埋2006年11月大美人点讲先啦。大美人当年接受时任无线总经理陈志云邀请嘅时候，为节目志云饭局做嘉宾。当时明周每一期都会将志云饭局独家文字版嘅内容登出啊。当时大美人系咁讲嘅，你今年生日，佢仲登咗一个广告祝你生日快乐嘅。我谂佢嗰种爱已经转型到另一个层次啦，因为今年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，因为2006，一生人净系得一次。但系下款系对温、哦，我谂佢唔系想写自己个名咯，佢亦都有同我讲，后来我有问佢先知道系佢。你仲听唔明我讲乜嘢？我都话我本人从来冇谂过一个字叫对温啊！咁我而家讲咗你明唔明白啊？明晒啦，明晒啦。而大美人当年喺志云饭局仲讲咗两次自己好纯噶，好似讲到同魏震嘅 puppy love 咁，未能够开花结果。佢就话：我同佢喺时间上都有好多分歧，我入咗行都好纯噶，我个心一直都好纯。再返嚟依家呢一个时空先，喺大佬个记招问到有冇边位圈中旧爱系可以大赞一下嘅，佢就咁样讲：如果娱乐圈 ，I'm sorry。冇，系绝对冇，系绝对冇。至于提到嘅姊妹花呃油钱、冒认签名造假文件嚟申请油卡呢单嘢，最新嘅消息系姊妹花诈骗油费，原来持续咗成一年半噶，牵涉嘅金额超过20几万啊！你仲听唔明我讲乜嘢？